Hello, Houston. We are getting trouble. You want candy?这是什么？你要听这个才会弹琴。哈哈哈！我想起来，我今天买一个这个，1000块的那个。你要听这个才会弹琴哦。没有啊。好，待会再用啊。这最大奖是2个头奖1200万。中的话，一人给。一人给多少？1200万你不是要拿红包给他？再给他。哎，对哦，好，来，小宝，等一下。来，小宝，你外套东西，我的外套嘞。你的外套回来。小宝，你要按门铃呢。我拿。好，我们请这边写小 Michael 给小宝的。
来，来，你讲吧。他会说恭喜哦。你要讲，讲吧。新年快乐。恭喜。你要讲新年快乐。恭喜恭喜。Michael， 你要讲新年快乐。新年。啊，给小宝。那小宝你要说，拿到红包要说什么？你要说恭喜恭喜，来，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。你要对着镜头啊，镜头在那边。有戏哦。对着镜头说，来。你要拿给小宝，你要拿给小宝。是要打开门。小宝不会打开，你那边拿水。小宝，你要对着 Michael 哥哥说恭喜恭喜。快了，刚刚还不会讲话，那个叫爸爸扒他头。可以叫。扒上去就会讲了。这也可以当门。好，小宝赶快，赶快，你要赶快给小宝，快来，小宝赶快收，赶快。对。当然，那位叔叔又把它收回去。你到这里边说什么？哎，等一下。我是不是给错了？靠腰，你是给蓝色的，是不是啊？还好，给蓝色的撩大了。好了，小宝，好了，爸爸帮你收起来。啊！这个光石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，下次我要先给后个人，要多给一点。不是啊。哈哈，这里。啊！你要说恭喜发财。Easy， 来，小宝说恭喜恭喜 ，OK 好，来，妈妈赶快收起来。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好棒哦！得到折纸。Michael，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现在你出来，那看他会不会马上进去，要不要？好不好？你现在出来，好，来，你现在出来，那看看待会小宝会不会马上进去。好，那、啊、你去旁边看，你去旁边看电影，好，我要看他表演。来，小宝，好，小宝，那你现在进去。完了，小宝要去 K 你了，你小心点。哎，不要 K 他。那我进去了哦。小宝，你看你不进去，哥哥又跑进去了。就是你好，法语的你好的意思。Bonjour，你要小心那个 Michael 会 K 他哦。我知道是刚在里面有 K 哦，在里面有。哎，他会 K 他呢，用什么 K？ 用手啊，就扒。是真的扒啊，Michael， 爸爸要叫你，你可不可以用手？你可不可以打弟弟？我都没有打。你没有打。你确定没有打？没有，表面打。表示友好，可是可能比较大力了。还是你是轻轻摸，或者父母亲因为太神经质吓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在这里啊？什么？你竟然说我爸爸是神经质？电话。小宝，电话有人找你。啊？不啦，我可以过你。录完了吗？录完了吗？你不是那个可以先直接看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先想录到十五分钟。上传上去，小宝，你的家被赞助了、欸。可是我朋友里面很少，从来没有人包过我的网路哎、欸。你们因为可能都连国内的，你那是国外 ？YouTube 国外的啊，你只要连出去往外国外的，就是要另外一个海底电缆的光纤的。因为只有地慢的吧？那你通过中华电信、中华电信，等我一下，不是中华电信啊。拿的东西送你。我家是凯擘的啊。我拿一个东西送你。好好，你要送他什么？哦，好，来送他这个太，这个是太阳花，还是你要送他这个更好的？啾咪，啾咪，你送他啾咪好不好？好。啊，你说，哎，小心一点哦，小心一点。好。他可以炸。你说送你。蹦。蹦太高了。小宝，送你啾咪好不好？好。你不能把他推倒哦。雷锋，好有，他
掉空。我跟你说，小宝会跳舞，你会跳舞。他，我先示范给你看哈。他如果拉这个的话，你看他会跳，有没有？你会吗？来，赶紧一起来啊！你看小宝好厉害，你看。小宝哥哥也会。哎，哥哥来，我会，你自己拉，就是你给小宝拉，他超会拉的，哎，来，小宝你拉，来，你会不会？这很难嘞，来，我用手也蛮稳的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更厉害嘞！好不好？你看哥哥会这一招很厉害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一招啊？好厉害，哥哥这一招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最新的。哇，完了，小宝不服气了，他也有一招最新的，来，小宝换你，来拉。Music time， 来。我知道音乐了。不是你换他，来一人一首，来一人一首。我在无证照。你这为什么一直讲错？我知道他租网片嘞。哦，这一段好哎。哦，那你这一段好。因为有一半在镜头外。他在跳铁头功啊，他在拍手。你有看那边吗？就看阿姨。要看那个阿姨漂亮吗？阿姨在拍后脑勺。对啊。看我再来一次。你那脚开开的，小心 ，Michael， 小心，你这个还小心，注意安全。Michael 也有铁头功 ，Michael， 你这铁头功太强，你不要这样用哦。好吧，我们进去房子里面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，好吧？好，来进去。刚刚有人跑进去你的房子。哎，你Michael don't push。你们两个要从那边，他们两个镜头稍微看一下。哦，Michael，主人回来了，你看。很好，谁跑到你的家里面去了？你看，有人跑到你的家里面去。不能在意。睡前不给他看电视，是因为怕他一直注意在那边嘛？那可是其实小朋友的脑细胞在两三岁之前要一直给他声光、声音、触感、眼睛看到的刺激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那个医生说的。可是我有一个另外一个理论，他说小朋友在三岁前的脑细胞会增长到快100%，这个时候是需要很大量的声光、感光去刺激。你要记得在打胃胎，对不对？最后会打。
就两岁前不看。就两岁后之后，就大脑细胞已经成熟了。我是三岁前。是三岁前吗？嗯。我觉得好像每一年。